是不会做错。他不会错，他不会错什么呢？就比如说什么方面做错？迟到了三个小时。但我觉得说实话，你做错了之后，你跟他说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真的是迟到，就撒个娇嘛。这我觉得这叫放低姿态嘛。我觉得这个不是 ，no。啊，你撒个娇，这个男的就好了。你迟到了两个小时。当然了。哎，坐直，我问一下子毅，你女朋友迟到两个小时可以吗？真的是，我今天真的有工作，我收工晚，但经纪人他们那边也没有办法啊。这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可以啊。这挺好的呀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娜扎，你再打擦边球，重来。啊，你们今天早晨约好的10点钟。嗯。出门，你等他等到12点，在他家楼下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你已经办不成了。12点，人家下班了。他因为三个原因：第一，起了晚了20分钟；起来之后明明已经晚了，就别吃饭了。但是他认为早晨这顿饭必须得吃，会低血糖。化妆，吃完了之后得抹吧，抹。我是为了给他尊重。不能素面朝天的出去，得给他面子。于是2个半小时过去了。子怡，送命题，子怡，看他怎么表现的。他如果还是就是，他就是这么表现的。起晚了是哦，晚上做了噩梦，然后突然间失眠就没睡好，然后不小心就睡过了。然后我体质不太好，然后如果不吃早餐的话，可能贫血会很严重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画的美美的妆容，我是希望可以让你很有面子，带我出去会觉得你很有风光。天，子怡肯定马上答应他。子怡肯定说扛，没关系。对呀，都这样了，必须接受啊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下次一定不会的。就这样肯定没事了。对啊，肯定没事啊。这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这次是可以没事，很诚恳啊。哎，这次是没事。第二次又晚了，不但晚了2个小时，晚了4个小时，原因还是一模一样，做噩梦，一模一样。哎，张老师，你低估了惊人姑娘，惊人，惊人姑娘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由。来，再来第二次迟到了，第二次，因为我马上就要那个，我不要引射到我身上，我只是假设啊，我快进组了嘛，所以我想要把所有的剧本看完，所以看到很晚。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然后睡得太晚了。我本来很想努力，有定了好几个闹钟，但就是按掉，真的就睡过了。对不起。那就快点儿，就别吃饭了，在车上随便吃点儿吗？对，你还吃了饭在家。我不想吃，但是我妈妈做好了，她都已经摆到我前面，我不吃我会觉得我自己很不孝，很不孝。我说什么来着，沙龙？沙沙姐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佩服。假设啊，假设，我是很有守原则、守时间的人。子怡，第二次，事隔一周。化妆，然后我最近都过敏了，我不化妆觉得很不自信。别忍住了，自己忍住了，别一笑穿帮了。子怡，这次迟到了3个小时，又得原谅，又得原谅啊！解释太第三次，还是第三次？别第三次了，一会儿不是会把娜扎逼疯，会把子怡逼疯，因为每一次娜扎说完，大家都哇，说的说的天衣无缝，真的说的很好，对啊，怎么生气啊？这个对啊。你是做得很好啊，他的姿态不低啊，不低啊，可以，所以就是有方式方法很重要。你做错了，对，不是男的。